哎，进来哦啊，进，原来是我赢。这样一起算才爽。哎，进来哦啊，进，原来是我赢。啊，你一直拍我干嘛？交完首付之后，我的兜里就剩下384块钱。等我有钱装修的时候，我这里要装个大的一个鞋柜，放满我的鞋子，然后这里放一个沙发，然后这里放一个大的电视，我可以躺在沙发上面看电视，看得睡着。加油！